这里没外人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为他鸡蛋黄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给你炖汤的时候，大概那个汤包，就那个汤包里边大概有那个芒果。汤里面怎么会有芒果？芒果皮呀，还是芒果核啊？ 妈，没想到，我没有想到那个蛋黄会过敏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不是，那他爸爸呢？小鱼儿，小时候我就是一直喂他蛋黄的。你看长得多好，又高又大的，妈怎么会想得到呢？我不就想你奶水心吗？我就担心吗？我怕喂不饱吗？没有营养。妈，跟医生说了，这次是发现的早，过敏严重会危及生命的。 好了，你不要这样吓我，我……行，那个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啊，好，来，不生气了，以后呢，妈也被吓着了，从此往后我听你的啊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们都听医生的，相信科学，行，相信科学，听你的，啊，好了，妈妈再见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打车子，你上班，来。